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頒授典禮、香港佛教界佛誕節、聯校畢業禮以及元朗優質教育展等表演活動。樂團於2018年香港暴操及鼓號樂團協會舉辦的香港暴操樂團公開賽獲得銀獎，香港夏日軍徽操獲得優秀表演獎，更被北京市旅遊局邀請參加北京國際旅遊節表演及過班法優秀表演獎。希望樂團隊員能夠透過表演和比賽，讓學生提升自信心和增加在隊中的歸屬感。現在讓我們邀請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暴操樂團為我們帶來參賽主題 Michael Life Favorites， 指揮黃漢龍先生。Thank you.